没错，就是那个铁面具，小时候把玉佩抢走的那个马匪。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文达，你侥幸逃过两回，那个马匪一次两次的没有杀你，并不表示以后一直会放过你呀。我知道，所以啊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要把他们杀了。文达。 贺家商队遭马匪打劫，财物全失，马匪又潜入贺家，试图要劫我财物，就是他。现在，我想把他交给大人，希望大人能顺藤摸瓜，把马匪一网打尽，还我们蒲院百姓一个安宁环境。这样吧，贺东家，人你先留下。 我会调查此案，用不了多时，我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。有劳县令大人了。这贺家还真是一毛不拔呀，一分钱不花就想办案。就是啊，你说这蒲院上上下下哪家没给衙门上过供，连马匪都知道劫了蒲院人家的财物，要过来孝敬大人，花钱买太平，就他们贺家不懂事。 他不懂事，咱们就不办事。我已经抓了一个马匪，交给衙门。很快啊，官府就会查出那个马匪窝，就把他们一个个都干掉。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做生意了。文达，听娘的话，别惹娘生气了。看见没有？ 贺文达不懂事，可有人懂事。县令大人，敬请笑纳。你果真很守信用啊！天下事有规矩，就得一定按规矩办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娘已经把话跟你说尽，你要是执意不听，我就只能把你手里的绸缎庄全部收回来。 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您为什么无缘无故说这个呀？娘，桑叔厂已经交给宝琴了，桑月你也交给了裴伯和润生，我剩个什么呀？我只剩个绸缎庄。您现在又把它给收回去，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了。反正我已经把话都说清楚了。东家，娘说的对。闭嘴！动什么呀你？在你心里，娘永远是对的。 从小到大。
你就把我当你的棋子控制在你手里，我这还算是贺家的大东家吗？我到底算什么呀我？哎，大嫂别生气啊，我劝他啊，哎，文达，哎，贤良大人，我的一个弟兄还被贺文达压着呢。人呢是贺文达扭送来的。 要是突然不见了，恐怕……文达，以后听娘的话，不要随便在外出了，好不好？你一天到晚娘什么呀？ 你别忘了，你嫁进我们贺家，第一是我的妻子，第二是我连了媳妇儿。你看看你现在，哪有妻子的样子？别生气了。哎呀，不喝了！哎，干嘛呀你啊？没事吧？你哎呀，怎么会没事呢？简直家不成家了，现在没法待了。 哎，小东家，你来了。嗯，贺东家，今日楚姑房中有贵客，不方便见您。啊，贵客？哎，什么贵客比我还重要啊？楚姑现在真的不方便见您。 辛苦，下官敬您一杯。楚楚，这谁呀？这么大胆！楚楚，轰出去！哎，别！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啊是徐公公，是前朝的大内重臣，皇上身边的红人儿。想要加官进爵，没有徐公公办不成的事儿。徐公公啊，这次回乡省亲。 恰巧路过蒲苑，能被你遇到啊，你真是三生有幸。哎呦，贺文达向公公请安。徐公公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啊，是我们蒲苑鼎鼎有名的贺东家贺文达。贺文达，敬公公一杯。 公公，这次回乡省亲，一路都辛苦了。光临风月楼，太对了，这风月楼在蒲苑啊，方圆几百里，男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哎，只要是男人，听见风月楼，保证把你服侍的妥妥帖帖的。怎么说话呢？ 你又干什么呀？这几天你天天陪徐公公，根本不顾我的死活。哎呦，堂堂的贺东家，原来也会吃醋啊！我的女人天天讨别的男人欢心，我能不吃醋吗？呸！他算什么男人啊？再说了。 我不是你的妻，也不是你的妾，我算你什么女人？楚楚，我知道没有把你娶进门，那么多年你一直生我气，但现在我有个办法，可以把你娶进门，也给你一个名分。你没有什么办法，当官儿啊！以前的我太软弱，所以没能把你娶进门。 但只要我有官品在身，我娘就不会处处牵制我。到时候我想娶哪个女人，都可以。你说呢？嗯，你说的倒轻巧。你想当官，那就能当官吗？哎呀，所以我说嘛，这事儿就靠你了。
你拜托徐公公帮我买个一官半职。谁都知道徐公公这个老家伙对你情有独钟，这事儿如果你说句话一定能成。贺文达，我说你今天对我怎么这么甜蜜呀？弄了半天你又想利用我。贺东家。谁啊？刚分开你就不认识我了啊？是你？你不是在大牢里吗？哼，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报官是吧？没有没有。打我是吧？误会误会。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人，大人，他打我！妈的，老子跟你同归于尽！人已经死了，安全了。哦，大嫂，怎么回事啊？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娘，文达在外面被马匪追杀。哎呀，你躺下。大嫂，您坐。不听我的话，跑去招惹什么马匪呀？你看看你，弄成这个样子。不是，也好。给你一点教训，这两天你好好养着，绸缎庄的生意啊就交给宝琴和裴伯去打理吧。娘，等你伤好了，想明白了，自然就还给你。桂泉呢，别老带着你侄儿玩，好好照顾他吧。您慢走。你说这不奇怪吗？那个马匪怎么无缘无故被放出来了？哎，我的大侄子，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？这普院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咱们那个县官是认钱不认人的贪官呢？普院这些商户逢年过节的，谁不给他送钱送东西？也就你娘特殊，啊，不信这个邪，什么也不送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你还指望这县官帮你抓马匪呢？你等着吧你。我去找周大人，看他怎么说。你现在去问有什么用啊？这不明摆着大铁脸送钱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知道城东的林家吗？江南最大的茶叶商，谁不知道？哎，人家商队的实力可大了，每个人手里都有枪，马匪都不敢动他们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是想把他们林祖刚东家介绍给你认识，咱们如果有机会跟人家合作，马匪就不敢跟咱们造次了。而且我听说这林家和洋商关系匪浅，人家茶叶都是过海赚大钱呐。不行啊，不让我出门。大丈夫眼光要放远点嘛，也不能老顾着脚下一亩三分地儿。你娘为什么不让你出门呢？不就怕你有危险吗？你这现在一旦咱们跟林家合作了啊，马匪就不敢动咱们了，就没危险了。而且咱们贺家的生丝又拓宽销路啊，你娘她何乐而不为啊？嗯，就这个，二爷，肯定这个，放开，放开，这个，要不是说这刘伯阳的人呢，玩的玩意儿都新鲜，家里都是大茶叶商，现在自己也是林大东家，哎，林大东家，来来来，敬你一杯。哎，何兄客气了，想我林贺两家在蒲院。那都是经商的大户，嗯，以后免不了有很多的交往啊，你帮帮我，我帮帮你嘛，啊！哎呀，林东家，哎呀，你腰里别的什么呀？硌死了！对，再上几壶好酒啊！林东家，这玩意儿，这个，嗨，我从洋人手里买来的东西，防身用，喜欢。就随便看看啊！哎呦，哎呀，你再来一次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二爷，长官了，喝完酒啊，去一趟我的烟馆。烟馆买新货，试试啊！啊啊！你说洋人还卖这玩意儿啊？啊！
你以为洋人上咱们这儿买你的蚕丝买我的茶叶靠的是真金白银呐？啊，靠的是这个。哎，你看，这小心小心。哎，何兄，这东西容易走火，你小心点啊。对。祖老，这玩意儿多少银子？嗨，什么银子不银子的？既然贺兄喜欢，我就送你。祖刚太豪爽了！哎，祖刚，我敬你一杯。打死！爹，哎，别动！啊，金陵大人，贺东家不必多礼，坐下说话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这次来找您，想请您帮个忙。你找我能帮什么忙啊？请大人帮我把麻遂引出来。贺东家，你太会说笑话了。我怎么能帮你把麻遂引出来？其实事情很简单，只要麻遂出现了，拜托大人告诉我一声就行。小小意思，还请大人笑纳。贺东家，抓马匪这是衙门的职责，你这就不对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客气啊？之前贺文达有做的不当之处，还请大人多多包涵。县衙，哎，文达，我看 F 带一帮人在门口等着呢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不可能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知道大铁脸在哪儿了，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会来找贺家麻烦了。哎，那。让我等到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为民除害，活捉你这个大魔头！好，干嘛？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这别过来！Thank you.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，老爷已经走了快40年了。好了，祭过祖了，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去吧。娘，您路上小心点儿。老夫人，车马都准备好了，您的包袱也已经放到车上了。啊，我不在的日子，文达，你可要好自为之啊。知道了。东家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出去一趟。我看到书房里有把枪，你要枪做什么？防身用啊。女人就别管那么多。什么了？没什么。睡觉。文达，你早上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见？我昨天晚上没回来。怎么会呢？你昨晚不是还帮我盖被子了吗？盖被子？切，你做梦呢？哎，疼啊，干嘛？今天晚上我请县令大人吃饭，谢谢他给我帮忙，自己睡吧。
三儿啊，三儿，干什么呢？鬼！哎呀，鬼呀！却在你的手上，难道是你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我，不是你，张大人，车夫还活着，抬回官府。是是，怎么回事？张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在那边。杀了人，把他关进大牢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没杀人，我说了多少回了，我没杀人，我是冤枉的。文达，你别着急，我已经差人去找娘了。赶紧啊！告诉你，这鬼地方我一天待不下去了，让娘别舍不得咱那些臭钱。现在这当官的没钱，说不了大天没用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。何文达，早日脱离苦海，不要遭受无妄之灾。菩萨保佑。哎呀，楚姑，你在这里拜佛有什么用啊？要不你去看看贺东家去吧。文达。楚楚，楚楚，你怎么来了？文达，你怎么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啊？你还好吗？哎呀，好什么好啊！真是。哎，对了，你赶快把这玉带上，能保佑平安的。好，好。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奶奶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润生，我们去衙门看看。哎，不许去！衙门是你们去的地方吗？夫人，夫人，老夫人他们回来了。奶奶，娘，怎么样了？奶奶，李大人答应放人了吗？啊，我们带着金子前去，但根本没见到李大人的面，在门口等了几个时辰，就是不见。没见到。啊，知府大人派来审案的亲信，这哪能说见就见呢？那怎么办啊？奶奶，我爹会不会被砍头啊？少爷，别胡说，事情还没有到最后一步，别自己吓自己啊。娘，那李大人什么时候开审啊？还不知道呢。哎，这文达犯的是杀人罪，而且杀的又是一县的父母官，再怎么打点通融，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我相信文达没有杀人。我也相信我爹不会杀人的。嗯。可是文达在现场，刀也在他手里，这大伙儿都看见的。是不是有人陷害爹？或者爹中了什么邪招子，上身也有可能。哪里听来的这些胡话呀，老夫人，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。您不在的时候，东家身上发生了很多的怪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。你说。前段日子有些人说，东家经常在半夜里神神秘秘的，就像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了体。什么人？东家。给东家请安。东家，您今天在家呀？啊！胡说！这么说东家的闲话，
像话。冬至婶儿，你在咱们贺家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宝琴啊，这些日子文达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有，东家一切都好。听见了吧，阿培？是。如果再有下人在那里嚼舌根子，赶出贺家。老夫人，夫人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穿这样的闲话了。行了。我已经从庙里求回了保佑贺家平安的灵符，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贺家平平安安，风平浪静。宝琴啊，这些日子你就多关注一下，家里绝不能有鬼的传言，这要是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咱们家的脸往哪儿搁呀？是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是是。劫了我们的车队，这一回又设计陷害文达，真不知道以后啊他还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们。可是他们要是想下东家下手，应该早就有机会的。神出鬼没才最可怕。门都要加固好，尤其是后门那边，抓紧啊！好嘞，老夫人。老夫人，啊，你先下去吧。外面多找一些人，严加防守。是文达进了大牢，本来就已经人心惶惶了，我不能让贺家再有任何问题。啊，放心，所有可以出入的地方都加固过，连脆弱的院墙都修补了，还加派了人手日夜巡视。那些送食材送日用的店铺，早上我也都叮嘱了，以后咱们自己派人去取，但凡不熟悉的外人都不让进入宅子。还是来了。要是他真的现身了，我们该如何收场？老夫人，还不一定是他呢。不，我有预感，
一定是的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一点都不假呀。这文达莫名其妙的就摊上了杀人案，身陷大牢，在这个时候他又出现了，这可千万不能让宗亲们知道。这伤生儿要是泄露出去，贺家就完了。啊，夫人呐，去看看。终归躲不掉，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想办法把文达弄出来。哎，我会勤去衙门那边走动的，想办法拖路子，跟那位李大人搭上关系。嗯，该用钱的地方你就自己做主。啊，是。紧守着花园，其他人分头搜。走走走，去看看，快，赶紧，我去那边。走走走，这边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这是去哪儿啊？你走错了，听到没有？嘿，你什么人？停！东家，怎么是你啊？你看清楚我是谁。真的是你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杀了贺文德，但还没动手。原来陷害东家的就是你。你和老太太说的双生儿，是指我和你东家吗？你胡说！你是看着他长大的人，你说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变成他，叫其他人看不出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还不明白啊？我要变成他。过几天东家的生活，不可能。几十年了，我要把我丢的东西拿回来。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我记得老太太好像说过，千万别让其他宗亲们知道双生儿的秘密，否则贺家就完蛋了。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你答应我，贺文达可以不死，贺家得以保全。否则，鱼死网破。
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！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如果你泄露出去，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想我。